是有问到这个要怎么做哈，这个其实是网页上我们锚点或书签的功能，啊，书签功能。原本我是希望它内建的功能就直接拿来用，可是我发现它那个编辑器有问题。那首先，您既老师既然要从这边直接跳到指定的区域，所以这个每个区域要先做一个记号，好像书签一样，就插书签记号。所以我在这边哈，您虽然在这里没有看到，但是事实上有哈。你会发现我故意把这个留着，其实事实上是可以拿掉的，只是留着我会比较清楚有那个东西这样。好，您看一下哈，在您增加一个区块啊，比如说我在最下面增加一个区块好了哈，我把它啊这个区块我把它移到下面去，把它移到问题区好了哈。之后，好，我现在在问题区 FAQ 下面，老师这里是有一块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内容的部分我们来编辑一下。好，内容的部分事实上它本身有这个功能，有一个叫书签。好，点一下之后呢，您给它一个名字，好，比如说我这叫 text 的话，这样也可以，但是老师尽量不要用数字开头，原则上用英文开头，您可以加010没关系。好，插入这个时候有没有跑出一个这个，哎，那您可以看一下它的程序嘛，它这边它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，所以其实说真的，我把这个拿掉也是可以的，也没有关系哈。那我现在就不拿掉，好，这样我就存档了。好，那么我现在回到我们的网页的最上面，我们回到网页最上面之后，我在这边增加一个区块编辑。好，我突然发现这边多打了。好，假设我在这边我要多一个区块，那我就用我们家的某虾米找到符号。我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没有，它不能出现，好吧？那，自己选，打个勾，啊，太小，把它变大。好，在这里我做一个叫做 text， 那这个要做超连结，所以我把它选起来，选起来之后这里有一个连结，点一下。正常来讲，其实从这边应该是可以看到，可是我发现它的。好像没有特别显示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事实上点下去应该有啊，点下去应该有，只是说老师这样消极模像好像不是很好。好，假设我这样点了，我按插入。好，老师您看一下它的语法哈，在这边我有一个 text， 但是它没有进来，对不对？它这边没有进来，所以我在这边改变一下哈。您从这里的时候，您用连结就好了。那您打入您刚刚那个，就是那个锚点的名称、书签的名称啊，比如说我这边就是 text， 好，按下确认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回头进来看，它在这个超连结的语法在这里，好，在这边我把它放大一点，好，这样还是比较好看哈。来，在这里我就在超连结的前面加上一个井字号就好了，因为我们。书签锚点的名称就是语法就是井字号加锚点名称，所以这个地方确认。那我把这个存档，现在我的 text 点一下就跳下来了。当然老师您教那个区块比较薄哦，它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跳到这边，会卡住，因为前提是。下面有内容，空间够，它才跳得上来。如果不够的，它就跳不上来。好，这个是给老师分享一下，因为是这个是最近讲到的方法，不然的话不知道怎么样比较好让。